门了，今天我们要上高速去一个远点的地儿去看兵部库去。我和胖鑫现在来到了呼呼水儿，过来看冰铺。你们看后边，已经买完票了。现在进景区，走，走，先进。后面还有冰铺。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壮观的冰铺，还是挺兴奋的，特别的开心。这太冷了，是真的冷，做的跟雪一样。这是啥？这是冰，全都是冰。哦，你摸摸。哦，这是冰。啊。哦。做的跟像冰冰雪似的，是吧？对。我们现在开始爬山，开始往上走。我鼻涕横流。现在里边没有灯，我们等会儿回来开灯了，我们再进去。我们先上山，上山路。都是蓝色的冰。上哪上啊？摇着的，没啥摇的。对，你看你非得破坏浪漫是吧？哦，这儿是还有野人呢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为什么这儿有野人？然后还说呼呼水水帘洞的遗址，是因为之前在这儿发掘出来有猿人的史前人的那个化石了，所以说它这儿叫水帘洞遗址。是，哎，真的这个角度不太一样。我一点都不累。这怎么这么喘啊？心脏会胀。对，这儿也滴水啊。硬的吗？硬的吗？我操，这么硬！这么硬！这么硬！行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出来了。好冷啊，这里边。我的鼻子头，我感觉这儿比外头暖和，是吗？嗯，我的鼻子头都红了。这样反而不滑了，是吧？是不滑。嗯。我要起不来了，拉我一把。哎，不行，哥。对啊，下山。你怎么做的？还看着镜头还能走路？
我俩回到景区门口了。又出把戏。我的嘴唇都冻僵了。戴口罩，那个暖一下。我们现在出来了。记得关注我呀。